Hello，大家好啊！又13小推介时间啦，嚟到星期六嘅15场啦，咁 FC 城南咧对仁川联啊呢场咁嘅 K 呢赛事，咁啊城南咧就比较睇高一队啦，1.87噶嘛，始终仁川联咧咁上次虽然作客爆冷啦，咁但系佢成绩比较差少少嘅，所以都比较冷落啦，咁3.75嘅，咁呢场波13小介绍咩俾大家参考咧？介绍翻个让球出入和啦，咁啊个和嘅。3.35倍，唔係3.35倍嘅，咁點揀咧？我可以睇翻近兩隊近況先啦。咁其實兩隊都係水噶啦，俾我感覺上就係、是，因為始終即係兩隊波，一隊城南啊，對仁川咁樣。咁近排嘅賽事都踢得係麻麻啦，咁啊10場賽事4勝3和就3負，近兩場都仲要輸波嘅。咁喺個得失球方面咧，11對12啦，咁啊。仁川聯一樣啦，咁啊喺10場裏面3勝1和6負啦，咁啊除咗呢場贏波之後，對上都差唔多成第7、第8場噶啦，變咗咁啊得失球亦都係比較差啦。睇翻城南先啦，咁城南其實要揾翻佢對上一次贏波，反而佢又作客蔚山現代啦，咁贏1-0，半場已經領先噶啦。咁大部分咧佢入球率比較偏低噶，咁啊睇翻佢啲行先啦。咁其實查咗呢一紮數字裏面咧。咁可以睇到咧，佢場場波只都係入一粒嘅啫。咁啊，再睇翻一樣嘢啦。咁仁川聯方面啦，咁亦都係啦，佢入球數字非常之驚人，亦都係冇波入嘅。咁但係近3場咧就有入到一球啊，咁啊2球咁啊趨勢嘅啫。咁所以呢場波咁啊水頭水之下咧，咁啊當然主場可能踢多半個人咧，咁啊仁川聯都難再爆冷，好似上次贏洲際聯咁樣噶啦。咁所以FC 城南咧，即係希望佢喺憑主場之利咧，小勝一球啦。咁啊，希望佢順利開出個讓球主客和嘅和啦，3.35倍嘅。